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啦，在这边先跟大家隆重的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湖北的朋友打开后，我们是来自台中的舞团。哦嗨哟！我跟这种气氛哈，海报给我拿下去，对，收起来，拿下去，我们再试一次啊，好不好？湖北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台中的舞团。哦嗨哟！好，这种声音就还一点热情还可以。我欢迎呢，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在这边过这么棒的一个中秋节。人来行吧，让你家标，很高兴有你们在这里陪伴着我们。那我欢迎呢，首先先带了一首唱跳的表演之后呢，双手要举高，记得要接好海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的，麻烦老师帮我们下乐，首先带这首《触电》送给大家。请帮我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谢谢，带了这首《触电》，西西怎么？触电的那种感觉，快乐的出现，双手在哪里？跟着我们左右摇摆。触电的那种感觉，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？后面的朋友双手在哪里？帮我拍拍手，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姐妹们，等一下有帮我互动的，来抱先送给他。湖北的朋友，一起来！触电的那种感觉，你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。触电的那种感觉，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随便？一起来！湖北的朋友尖叫声在哪里？触电的那种感觉，你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。触电的那种感觉，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变？一起，胡德胜成的生日，我嗨个口号，胡德哥。等一下，再一次。爱的魔力真缺缺，想你想的什么都发人人白天，可是我害怕，爱情只是一瞬间，再也回不见，我又慢慢冒险。手举高，我看一下，有吗？哦，这个超热情，这个超热情。安安，我们先送一张海报，好吧。